你们打了我们武馆的牌子，把你们馆主叫出来。我们馆主病了，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我要杀他，放肆！ 带个口信给你们馆主，沙烂彪来了，明天清晨，我在清水坡等他。那里有现成的黄土，我要给他堆个坟。 听我一次话，明天你不要去了。我跟沙浪彪这笔账早晚要算的。既然找上门来了，算清楚也好。可是。 可是你正在病中啊！我自信还能对付得了他，你不用担心。你跟那个姓沙的，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何必逞强斗狠呢？忍一时之气，可以避免灾难呢。灾难？你是说我会被他打败吗？ 我是说，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5年前，他强奸镇长之女，是我把他抓进牢房。当时，他曾扬言，出狱之后，要取我性命。
彩云，是不是又做噩梦了？梦见有个人在小河边追杀爸爸。妈，你怎么哭了？彩云，以后在睡觉之前要平心静气，不要多想。 萧关主，昨天失礼了。哼，你这帮徒弟像豆腐一样，你是怎么教的？你的目的是要找我算5年前的旧账，我明白。哼，那是一回事。还有，你自以为武功高强，把我玄风腿不放在眼里，所以，趁我生病的时候向我挑战，背地。好。 你是说，如果你不生病，我一定会败给你。当然，好，就算我卑鄙，趁你生病，那要看你的功夫够不够。我要你死得心服口服。哎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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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
几天你打伤我多少兄弟，今天绝不让你上！ 彩云，你知道吗？昨天晚上，你又伤了两个人。
不知道。这怎么得了啊？十天之中死了六个，打伤了十一个。一到深夜，你就像个凶神一样。这是得的什么怪病啊？阿弥陀佛。法广师父，彩云见过法广师父。小夫人，贫僧本来打算明天到府上拜访，真巧今天你们就来了，是不是为了彩云的病？法广师父，你知道彩云生性柔顺，心地善良，可是自从他爹过世，每到夜晚从梦中惊醒，就像凶神附体一样逢人打杀，第二天醒了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求师父救救他。夫人安心，请先进香求菩萨保佑。很多的书你要看，自己去拿。师父，彩云怎么了？彩云身染重症，汤药医治已经无效，因为它是一种心病，是受了高度刺激而产生的恶性梦游。要使他的病好，就要先平其身，静其心，收野性，消杀气，所以我把他关在地牢里。贫僧这样做是为了彩云，也是为了夫人。师父，你要把他关多久啊？我想要两年吧。Thank you.
孩子，不要心焦，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忍耐一段时间啊。妈会常常来看你的，法广师父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啊，乖，听话啊。我回去了。武功一成，我真为你高兴。练武，首先你应该记住拳道与人道的真谛，切不可凭你自身武功高强任意伤人。你的雪花纷飞足可置人于死地，不到必要时绝不可试用。报复仇，我不该阻止你。我所担心的是，你的武功恐怕不是沙浪彪的对手，他的铁脚穿心相当厉害。徒儿凭雪花纷飞有信心战胜。你这次参加新平县的比武大赛，试试你的武功也好。不过在比武场中，各省的高手云集，像旋风掌雷雄、铁猴子武建广、六合神拳童海川，都是名震江湖的强人。如果你能够将他们一一击败，才能去会仇家。徒儿愿去一试。紫金象征着慈爱辩证，你放在身上。希望它带给你好运。是萧彩云吗？嗯。两年前你无故打伤我弟弟，该怎么办？那时我身染梦游恶症，请多原谅。哼，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新平县狱，查匪徒杀浪镖一员，暴力成性，自持武功高强，竟借此作奸犯科，骚扰乡里，罔顾法纪，本县为民有责，不容奸鬼横行。亦拟重金礼聘武林高手，剪除该徒绳之于法，以仗本县安宁。乃则本月即日假县府广场举办比武大会，以武论才。 其拔得头筹者，当批予擒匪重任，并增奖金大洋500元整，以资激励。敬弃武林正义之士，永要参加，特此公告周知。兴平县政府，起。 明儿上午啊，你叫什么名字啊？童海川。童海川。 是不是六合深拳那个童海川？是。哦哦，好好好。明天上午到广场啊。你叫什么名字啊？肖彩云。肖彩云。明天上午到广场来啊。 海川，不要为我的病着急。你只要一心练武，我就高兴。我知道，学成高深的武功，是你的志向。武艺等于是你的生命，我不愿意你为了我放弃练武。 有几次，你为了我想放弃练武，却做低下的工作。你不要再说了，海川。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对我好。自己的妻子都没办法养活，生病都没钱请大夫。我真没有。 这不怪你，你已经尽了心了。阿娟，你再等2天，我去参加比武大会，若能得胜，就有奖金，我一定要医好你的病。谢谢你，海川。
早上。王永海，刘天龙。忠勇，马忠勇胜，周良才，张铁生。生生汤贵宝钱新万彩云、吴文藻、彩云马忠勇萧彩云胜洪海川刘天龙快破快快破啊破嘿破破哎破破破啊洪海川胜萧彩云张铁生哎哎哎
飞。萧彩云生，童海川，汤贵宝。海川，萧彩云，今天时间已到，明天正午再决胜负，胜者可得奖金500大洋。萧彩云的那招雪花纷飞确实厉害，明天午时跟他决斗，战胜他的成分不多。阿娟病又那么厉害，怎么办呢？大夫来了没有？他不肯来。为什么？他说。他说什么？他说上次欠他的钱还没有还，还了钱以后才肯来。什么？哥哥，明天的奖金拿得到吗？怎么？萧彩云的武功相当厉害，很难战胜他。萧彩云，我就是，有何指教？我是为了明天比武的事来求你的。求我？嗯，希望你明天不要使用雪花纷飞。我听不懂你的话。你是六合神拳童海川的妹妹，因为我嫂嫂病得很重，必须要一笔钱医病，所以求你明天败给我哥哥，让他得到奖金，救我嫂嫂一命。比武场上各凭武功，公平较量，怎么可以私下商议？再说六合神拳童海川名震江湖，竟为了500大洋奖金让他妹妹向人求怜，难道他不知道羞耻？我到这儿来，我哥哥并不知道，请你不要侮辱他。只是那笔奖金对我哥哥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才来求你的。小妹妹，明天的比武对我而言也极重要，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嗯。海川，大夫不来就算了，你千万不能为我心乱。今天比武，我的招数很乱。明天对萧彩云，我没有信心。不要为我的病烦躁，海川。
明天对你很重要，不能分心。你知道，你那套六合神拳早就名震江湖，我对你充满了信心，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战胜所有的人。早点睡吧，养足了精神，才能在比武场上发挥你的功力。我心里不安。海川，不要心烦，专心去比武。哥哥，你昨晚一夜没睡，精神够吗？不要为我担心，在家好好照顾嫂子。你哥哥的要求，哼，所以我要误你比武的时间，让我哥哥不战而胜。小妹妹，你可知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为了杀父之仇，我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找杀浪镖，所以我必须战胜所有的人，才有机会跟杀浪镖交手。现在我也学你一样的冷酷无情，说什么我都不听。你休想赶去比武场，来吧。你居心跟我为难，那就别怪我不再容忍了。
奖金500大洋。你家有病人，这笔奖金可以救急，请你收下。救人要紧，不要多想其他，快拿回去吧。啊，谢谢。金我得到了，可是已经等不及离我而去，是不是我的奖金来得不光荣？阿娟，为了要治你的病，我才接受了这笔钱，现在你去了，我会把这笔钱还给他。
受了伤，误了比武的时间了吗？你怎么知道这些？妹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原谅我。同兄，你在干什么？彩云姑娘，这个钱我用不着了，还给你。请大夫不是需要这笔钱吗？他等不及，已经去了。同兄，这是命运，你不要太难过。彩云姑娘，盛情我心领了，可是我对你很抱歉。道歉什么？舍妹年轻不懂事，竟做出了卑鄙的事情，今天我特来向你道歉了。他的用心良苦，我不会怪他的。谢谢你，彩云姑娘，你在这儿还要待多久？说不定直到我手刃杀父仇家沙浪彪为止。哦，你要找沙浪彪？嗯。听说沙浪彪跟海记赌场里的人有来往，你不妨下封战书给他。你一个人去找他，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凭雪花纷飞，我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嗯，为铲除恶魔，彩云姑娘，我与你同行。来来来，这边。是不是要换钱？打听你一个人，有个叫沙浪彪的，你认不认识？好，找旋风腿沙浪彪啊！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他。啊，交给他就行了，是不是？再请你带个口信，明天是他的死期，今天晚上要他把遗书写好。啊，拜托了。Thank you.
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对，两年前你砸了松亭武馆，又杀了我父亲萧玉祥，血债血偿。你是萧玉祥的女儿？不错。他是什么人？六合神拳童海川，为正义除暴。好，既然来找死，我就成全你们。Thank you.
花纷飞。相助，彩云不知如何相报。为地方除害是练武人应尽的义务。彩云姑娘，你复仇已报，心愿已了，是不是就要离开此地？打算明晨动身。我有个冒昧的请求，不知你肯不肯答应？什么事？你说吧。阿娟生前对我苦练武功，满怀信心，倍加鼓励，在病床上仍念念不忘比武的事。可是那天在比武场上，由于我求胜心切，招法散乱，以致败在你的手下。我愧对阿娟一片期望，所以求你在阿娟临牌之前再和我比试一次，以为我的亡妻阿娟在天之灵。我答应你。是你让我的。啊，过去的事把它忘了吧。嗯。同兄，这次承蒙相助，感激不尽。啊，不要这么说了，请保重。告辞了。啊。保重。